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潜入海底。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和日落天气。我想和你穿过隔离围墙和时间飞行。我想和你穿过教堂和人海拥抱你。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这里是一问三不知，你知我知大家知。今天我们来动物园做什么？没有说做什么啦，就一年前我们也来了动物园，一年后我们又回来动物园了。对不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所以我们有准备了十个不同的动物的图案，让你们各自去找，看谁找到最多就有小小的奖励。OK？ 嗯 ，OK。是动物的部位。对，那个图片是某那些动物的某个部位，那你们要based on那个部位去找到那个动物。嗯。边走边找 ，OK？OK。Okay? OK， 加油啊 ！Let's go。嘿，跟我姐姐还有姐夫一起来，跟你们的姨还有姨丈。第一个图是这个，看不到嘞，这看不到。我决定去看。OK， 走吧。我们先找第一个，给你send的。不是，你们里面有十个，你们不需要顺序。你们有看到哪一个动物是你们觉得是其中一张就可以猜？就要让你猜吗？没有看过，怎么盖着？哦，你问你下面有鳄鱼的嘞。对，下面有鳄鱼。嗯。Oh my god！ 哇，这么大条。你看得到吗，弟弟 ？What's that？ What's that？ Oh my god！ 哦。哎 ，What are you doing？ 啊？Oh， it's moving， it's moving， you see？ 弟弟 ，it's moving。你有没有拍到三只？第一个问题，鱼是鱼吗？不是。那鳄鱼是什么？属于是什么 waterfall？ 冷血动物。哈，哇 ，you see， 孔雀，弟弟，你看到孔雀吗？孔雀，我还要回家了啦，你们干嘛？哎，他走进去了，妹妹，很可爱嘞，你，吓到。哎，这边是不是有那个 Lego 的 dinosaur？ 你跟我讲这是谁找？我啦。什么东西？呀呀！他们那在 Gardens by the Bay 出来外面嘛，然后我就他们都觉得哇很 Q 啊，但我觉得哈，我整个人都来，我就快点走，快点走。Did you see？ 你有 see that？ Gardens by the Bay 的很大只的。What's that？ Otter？ 妈妈是不是？不是什么？不是这个。哦。找啊，那不可能是这个吗？这个就不算。这个有可能不是，没有关系吗？你们拍好也没关系啊。如果是，我们自己找。你们自己猜吗？还是你看其他的动物？如果你看到，你就拍。很明显的嘞。哦，很明显哦，你看到你就拍咯。有一些非常的明显，我都懂是什么。就像那个。整个那个 Lego 的那个。哦 ，Lego 在那说。看到吗？走下来这里哦，我要看这个。给弟弟看哦，这什么恐龙蛋啊？这么远，恐龙蛋，小小的。哪里有白老虎？那我去前面就有白老虎，我们去看一下。哇，这是什么啊？我的英文很不好，英文不好的人都不懂怎样读。这是那个白老虎。OK， 我们看白老虎。白老虎没有白老虎 ，OK， 没有白老虎。我确定不是这个，确定你。好了，这个我也懂。哇，白老虎在睡觉。老虎像。找黄色的莱恩，哎不，找完黄色的泰戈。没有。有吗？没有。哦，这个进去。等一下，我看一下。What？ 哎，好像不是这个嘞。哦，这个有吗？没有。我也不知道他找什么，哈哈。找什么啊？妈咪很像是在那边。很凶的这种，为什么很凶？它很大。没有，它很凶，它会咬人的。有鱼耶，妈妈。妈妈，为什么这么多小小的鱼？它躲起来。这些鱼啊都在活着。它也是海里给的，那是的品哦。妈妈，我想去别的地方。哎，好像。No， 我觉得不是这个哎。这个啊，不是吗？你去看它的脚，你去比。快点拍鱼！对啦。是吗？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确定先。给你们看像黑猪的。黑猪。是黑猪。先拍一下吧，先拍一下。哇哦。这个。对。它好像蛤蟆在水里面。已经有一些
知道是什么了。呀，我觉得很像有一个很像是大象。呀，我们来运动也拍，顺便拍照啊。哎不，等一下，喂，很像是哎，等一下。哎，有戏？你呀什么？我要给你看，你不要来这样子，来，很像给我提示这样。妈妈，我不要进去。妈。哦、OK， it's like this dog is like 在我旁边呢。Is it a snake? What? Mommy, I want to see kangaroo. Mommy, kangaroo. Mommy, 好像只有一只而已。没有啦，不是。看头姐。妹 Marcy 的 friend Marcy。哇，这么靠近你哦。走出来了。OK， 全部都不是。他的脚扭力了。给谁打？打架的。Hello， 弟弟。Hello。很可怕哎。Oh my god, are we going in the egg? The egg. 妈妈，我要去那边。我要走上去啦。没有累啊。你要跟弟弟换。我在走。我牵弟弟走，你然后你坐住。我在砸，一阵走好快啊。喂 ，What's this? Is this scary? 这是什么猴子？猴子，等一下，妈妈，脸红红，喂，那个是鼻子红红嘞。等一下，看不到他的脸，怎么办啊，妈？我只屁股红红啊。不要紧，可以了，妹，你这样子拍拍就到。你要拍吗？我怕拍吗？我们太矮了，看不到。是干嘛？对啊，应该是。Oh my god！ 等一下会痛吗？这样子。会掉下来的。Hello， 弟弟。有没有看到很多动物啊？有啊，啊。OK， 你要先走啦，可以先走。还要进去啊？不要坐车。你就坐，我坐啊。我去坐你的车 ，OK？ 可以吗？还有 musical instrument。你去哪里？去哪里？弟弟。你要去哪里？给妈妈出去。妈妈看小。再去找下一个动物。Yes, 弟弟。No, 弟弟。No, 弟弟。Open your mouth. Open your mouth. Open your mouth. 到了。我们先拍大象吧。Oh my god, this is so hard. 这很难呢。你看，这个是头痛。头痛。头痛的姿势。头痛。大象啊，这样子。弟弟，你要在那边看吗？你要下去啊，不要给他碰你嘻嘻耶。大象鼻子长的，大象鼻子长的，长长的，长长的，长长的。来，弟弟坐坐了，看他的大脸。那我们坐坐了，不能推。我推你坐坐吗？爸爸，你要放你的。啊？因为我怕它会掉下来。好恐怖，对不对？你要看老鼠吗？应该是还是动物吧。我们现在要去看那个 Animal Friend 的树。我们动物都还没有找完。陪伴者，如果我们没有在动物园来不及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回去就去找出那个真正的 Animal， OK？Thank you.
best friend, and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guys my two very good friends. This is Buddy and Benji. Come on, guys. Hello. And what a day. All right, so these two dogs here have amazing senses. Sense what dog is their incredible sense of smell. You can all agree it's totally amazing. Good job, boy! It's Gentle George! So happy to come up! So George is our 7-year-old Japanese Spitz, and he wants to show you how Target is a training tool. Let's see if George can do this. We're gonna use the Target. Ready, George? Let's go! Oh, wow, all the way! Yes! All the way back, George! Very nice! Yes! That's right, all the way, and there he goes! Good boy, George! Buddy. All right, guys,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Have a lovely day. Take care. Bye-bye.